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你上来看一下，操作鸡毛的，真的好险，我有上来耶！我的天啊！这房屋怎么不行哎？你给我坏了！再也没有跟你干这种叫你睡觉的场景。周星哲说你有想家，你有偷哭是不是？我其实很害怕跟人相处，一心就会觉得说，不管怎样我也想勇敢。